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个全民党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实测两张丽莎，丽莎，没错，我练了两张。为什么要练两张呢？因为我们的乔瑟夫作为队长的话，队员丽莎、丽莎跟西萨都可以直接有两倍的额外追打。所以说，今天我们整队都带上了丽莎、丽莎以及西萨来进行实测哦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就来看看这队到底有多强吧。好的，那这边我们直接来挑战柱之男的可怕地狱级，用这队来实测一下哦。那这个关卡有点做球给二乔啦，不过呢，我们来看顺便看看这队的平砍实力有多强。首先一技关的部分，我们可以开上二乔的二技能，只要你转珠停在左上方，就可以有两倍的一个增伤幅度哦。好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手转八组的属性珠，并且转珠停在左上方。那这对水火木是二消的，所以我们水火木尽量二消消除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没有达成八组的属性珠了，有点可惜。不过呢，我们这边第二回合再继续来转珠一下。好，那这个话我们直接进行手转。这个问号珠其实有时候也是蛮头痛的。好，那这边转完之后消得挺干净的，这次有八组的属性珠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天降的伤害到底有多少。好，那这边来天降到23 combo， 这边只有开二桥二技能的情况下哦，这个伤害直接破罩输出，超级恐怖哦。接着我们来到第二关，第二关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开西萨整版一消，但是转珠要停着，记得停在左上方，还可以吃到完整的增伤。我们来看一下整满一消它的伤害到底会来到多少。这边包含天降是来到了30。哦，这个天降有点多哎，天降到43 combo 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最终伤害来到了，哇，这是多少？居然是直接破了10兆伤害啊，超级恐怖。来到第三关，第三关这边的话遇到的是无鼠盾加上反手消，刚好这队内件都直接无视这两种盾牌。好，那这边我们直接进行手转，来直接把这个敌人给带走。好，转完珠之后转珠停在左上方，这边消到火珠也不用担心，因为这队消水火木珠就可以反手消了。好，那这队的平砍伤害，如果说天降到20几 combo 以上的话，基本上就是5000亿到1兆以上的平砍量在砍了。好，这边我们直接开西萨，一样是整版的固板，加上整版水火木一消。这边我们再拉二桥的角色珠，不过这边注意，我们要停在角色地形上，所以说不能停在四个角落，除非角色地形刚好开在四个角落，但这边没有，我们就只好把角色珠停在指定的地形上。好，接下来这一关的话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版面，如果说有两组新珠，好，加上三组的某一种水火木，这样就可以直接进行转珠了。这边我们必须要手消五鼠同等盾新珠是适用的，那同时呢，我们又不能手消水火木二消，所以这边其实转珠上面要相当的注意。那这边我们最终是消了两组的新珠，加上三组木珠，木珠用二消的方式消除。好，那这边达成消除条件，我们这边直接开龙科来做一个增伤的部分。没问题，我们这边就直接靠这个伤害带走敌人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到第五关。第五关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开西萨，我们整满是一消的部分，转珠我们可以停在左上方。停降到了21 combo， 带走敌人没问题。接着我们直接进入到第二条血条，这边我们每回合转珠停在左上方就行了，它就会追打火属性攻击。
而且加上他本身队伍技能也会追打火属性攻击，所以其实这队两回合就可以直接解30火极盾了，相当的恐怖啊。那这队解连极盾的能力也是相当的厉害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收转水火木剑，要到二消的方式去做消除。转珠停在左上方。哦，这边完全没有任何的天降，运气有点不好。但可以看到这队的平砍仍然是来到了4000亿哦。好，我们这边直接进入王冠。在王一的部分，这边我们直接开丽莎，丽莎它是可以直接无视减伤抗性盾的。哦，这个解盾能力可以说是相当的独特啊。目前基本上只有黑金等级的卡片有这种解盾能力哦。所以这边我们就直接带走敌人。好，那我来到第二条血条。所以我们直接开小瑟夫的石化转实质的部分，那转两组实质的话就可以有机会带走敌人，不过这边天降好像不是很多耶，有点小尴尬。那接着的话我们就慢慢的磨过去。 OK，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慢慢打的过程，我们就跳过吧。好，那这边转到最后一回合，发现这个还是带不走敌人哦，因为敌人的话是只有光属才可以造成完整的伤害，随便有点抓痒哦。不过没关系，最后我们直接开西萨做一个增伤的部分，这边也是转了两组的实质。他可以看到这队其实他本身也可以消敌方技能啊，消敌方的属性珠进行回避，所以基本上这边你只要消到暗珠就可以直接无限能跟他对磨，只是我这边不想要跟他磨了，所以这边我们就直接开技能爆发带走。接着我们就来到最终王冠，最终王冠这边的话我们直接开西萨，然后整版一消拉个角色珠增伤一下，那这边我们消完开个龙科增伤一下。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快转。好，这边龙科消完了，我们最终是38 combo 的一个天降量。来看一下最终伤害，哇哦，我们直接这边已经达到了20兆的一个输出量了，最终是直接突破了30兆的一个爆发哦。好，那这队也算是还原原作啊，成功是打败卡兹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舅舅的合作影片，别忘了开一下你的订阅钮以及放在小铃铛，还喜欢这一篇内容别忘了按个免费的喜欢。那我是阿凯，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